子于送孩子们训练的宠物护理中心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更新，在8月6日子于的 Kaya 和 Butter 的进化，现在烘干室看起来像口香糖。值得称赞的是 Butter 与 Kaya 在日复一日的进步，希望两个孩子可以继续的进步，之后可以回到子于妈妈的身边吧。